们取样的歌曲呢是来自 S.H.E 的 Ring Ring Ring。第一个出现的声音，我觉得是很甜美的。把童谣跟他们的态度放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冲突感非常精彩。我今天非常的感动，你今天超棒。每周六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未来少女》。